说蔡徐坤自从四月份以 NINEPBRCNT 的 C 位出道以来，备受粉丝和网友的关注，而蔡徐坤的一举一动甚至都会引起粉丝的狂欢与尖叫。坤坤可爱的一面大家是不是更喜欢呢？童年照更是可爱到爆表。蔡徐坤1998年8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，中国内地男歌手、演员。2012年4月，蔡徐坤因参加综艺节目《向上吧少年》进入全国200强而进入娱乐圈。同年8月，参演个人首部偶像剧《童话二分之一》。2014年3月，参演个人首部电影《完美假期16吧》。2015年7月，蔡徐坤参加真人秀节目心动亚洲进入全国前15强。2016年10月通过十人男子组合 SWYN 正式出道。2018年1月参加爱奇艺打造的中国首档偶像男团竞演，养成类真人秀偶像练习生，并于同年4月6日获得最高票数